阴风阵有多凶险吗？当时情况危险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何况我还在阴风阵中练成了御雷劈。不过，幸好有你在，才能成功。<笑>放开，刁爷！<笑>不过你这拼劲儿，确实有几分你刁爷的风采。走吧，我们该上去了。等等，快看那儿！ 轻松点儿，这人早就元神尽散了。这是远古宗派之人？看样子，这阴风阵是他生前所设的屏障，只是年代久了，所以威力小了许多。否则，你的御雷铁也未必闯得过。 什么？绝不能让他们进入天玄域！ 些记忆，啊！这些远古宗派的弟子正在抵御着什么可怕的力量？我还看到一位老者，他有一枚黑色的符文。嗯，黑色符文，你的本命灵符与祖符有着极大的关联。那枚黑色符文应该就是祖符。现在可以确定。 祖符就在古碑空间之中，哎，我们快走吧。嗯，怎么了？他们抵御的那股可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，让他们拼上性命也要守在这里？不清楚，也许他们有着什么特殊的使命吧。啊啊！哇！ 这是涅槃丹啊！这便是涅槃境才能炼成的涅槃丹吗？嗯，不错。虽然你现在离涅槃境尚有一段距离，不过若得到涅槃丹，将来修炼必定是事半功倍。多谢前辈馈赠。好了，走吧。
这石头竟然这么坚固。哎呀，小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可是元固宗派的祭坛，怎会被轻易破坏？你要静下心来，用心探测。这种时候万万不可鲁莽。知道了。集中你的精神力，好好感受。少年了，终于有人来到这里了。晚辈林动，见过前辈。不知前辈是？哼，想必这位便是祖府的主人吧？祖府的主人？这位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天妖雕吧，妖之大陆的霸主一族。嗯，到底是祖父的主人，果然有见识。哼，不错，老夫便是上一任吞噬祖父的主人。吞噬祖父？这位少年是为祖父而来的吧？正是，前辈。不过老夫知道外面的祖父已被人取走，不过就算如此，那人也永远无法炼化祖符。请前辈赐教。若要炼化祖符，必须得到老夫的认可。爷爷，爹，我会打败那个人，让林家重回宗族。蝼蚁，我还不能倒在这里。今日是百倍还。我叫林青竹，古墓之事就当从未发生过。希望下次见面，你不会还像现在这般弱小。看，废物儿子，都是他爸害得我们没能回内族。你去打他，打他！废物，废物的儿子也是废物。变强！我要变强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符石！想不到你身上还有诸多秘密。好，既能来此处，便证明你与吞噬祖符有缘。去！若你寻得吞噬祖符，便以此破其封印。至于吞噬祖符是否认你为主，还得看你机缘了。祖符乃天地奇物，拥有守护天地之力，获得力量的同时还会有着他的责任。或许以后你会明白的。多谢前辈。没想到你这小子竟能得到上一任祖符主人的认可。看来此次倒也不算白来。我们走吧。这位前辈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能成为祖符的主人绝对不仅仅是一般的强者。不知是怎样的敌人能击败如此强大之人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就算是祖符之主也不可能是无敌的存在。这天地之间的强者
真是多如繁星啊。好了，别多想了，既然东西已到手，那便先离开此处吧。对了，那家伙怎么办？既然答应不杀他，便把他留在此处吧。小燕，我们走。碑的武学空间了，这些都是远古宗派的武学传承。太好了，快找造化武学。六品武学天罗掌，走，我们再找找别的。是造化武学。小雕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往上看看？小子，快过来。怎么了，小雕？快快追上他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武碑的碑魂。碑魂？找到碑魂就能让他告诉你造化武学在哪里。原来如此，那可不能放他走。前辈，师尊，拜见师尊。好好，师尊，这位就是您的传承者吗？不错，你带他去吧。遵命，师尊。什么意思啊，前辈？跟他去吧。我们走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小老鼠。小老鼠，
小丫头，我可是天妖雕一族，连你那个黑瞳师尊都对我敬畏三分，我劝你说话小心点儿啊！啊！我们到了。这难道都是造化武学？这里存放的都是宗门的造化武学。哇，这也太壮观了吧！跟我来吧。这个看着很厉害啊。这个好像更厉害。小妹妹，这些造化武学是不是我都可以学啊？这小子怎么一下子就原形毕露了？不会吧，这些都不给我学啊。你是师尊的传承者，你要学的是那个。这是什么造化武学啊？走吧。小烟，小烟，你没事吧？这是，原来这里面都是涅槃丹。难怪琳琅天那家伙拼了命也要抢回去。小子，面对这等强者，我们没有胜算的。事已至此，我有一搏了。那雕爷也只能陪你搏一把了。你魔猿变，天灵提法，天龙戟。
秀妍，不愧去。求天职，半指撼天地。受这门武学，什么？不好，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了。你为何会习得本宗的秘传功法？说。师尊，弟子拜见师尊。天泽，想不到你还留在此地。守护宗派，弟子一刻都不曾忘记。老夫已将祖符的意志传给了这位少年，你就不要为难他了。弟子遵命。天泽，你做得很好。多谢师尊。前辈，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你既是师尊的传承者，还望你能好好利用宗门的遗泽。晚辈谨记。这远古宗派的信念，着实让人佩服。威力着实强大，不知祖符的封印如何了。
成功了。我阴魁宗必将横扫整个大燕王朝。恭贺宗主！恭贺宗主！恭贺宗主！不好，等等，小子。是那位黑瞳前辈。哼，祖符的封印必然不会那么简单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未得认可者与符无缘。哼，纵使你生前再强，如今也只是一道残影而已。所有阴魁宗弟子将此残影打散。是。何德都被吸干了，宗主，这至宝的力量太过诡异。宗主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那是什么力量？死亡之力？想不到那黑瞳老人仅是一道残影，便已强到这等地步。死亡之力？哼哼，那等掌控生死的力量。还不是现在的你可以理解的，或许以后你也能够达到那种通天的地步吧。小辈，竟敢在我阴魁宗撒野！那是林动那小子。